有的时候啊，你把它翻过来，你要想把它翻过去啊。他刚刚说悲伤是一种病，你觉得是吗？刚刚当然，假如你常常都是这样子的话，就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病，精神不正常了嘛。哦，这样。所以还是不要悲伤，要开心一点，要开心的起来才行啊！开心不起来不行。那开心不起来就会变成病了，怎么办？对呀、那就吃药啊！哎呀呀，那不是办法呗。现在我都已经在贴的时候已经糊里糊涂的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不是刚刚好，他要那个，他这个地方讲信仰的，那你关注的题目真是太广泛了啊！对呀，还有笔记专家。帮老板找你，哎呀，啊，你看看这么多东西，中国的东西，那这些东西你回头看，你还记得你当时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吗？看看，只大概了解一下，但是你说。怎么来怎么去从头讲的这是讲龙的由来你会记得说有什么事的时候你说哎我有曾经有做过的这个东西我翻给你看也这样吗很难的有那个了很难的时候会想到我有的时候有空了我就自己从头翻一遍翻一遍有的时候他那个他这个叫做史地人文史地名人传记这个你说有两本嗯所以你这边是这下面都是您的简报嘛哈像两句册啊哎，你看这就是人文史料嘛，跟第二册了嘛，这个是第二册吗？对啊，你刚刚拿的那本就是嘛，这是、你说一共有两册嘛，这是第二册嘛。对，这上面的字还是糊糊的。哦，真的。哦，他帮你做这个，哎呀，真是。他帮你写。这个上面的宗教比较多。哦，这里面宗教比较多。哎，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胡北北写的诗。哦，他的诗也在你的这个简报里面。他给我的嘛。哦。他给你的，什么时候给你的？这个是没有结婚以前。哦，没有结婚，怎么会写无名氏呢？这里。无名氏，反正我知道就行了嘛，他并不需要别人知道是谁写。哦，这样。好多年了你。所以这是情书吗？也可以说。哎呀，你念一首来听听。那华侨青年服务社嘛，哦、那个时候是我爸爸的。那时候你在这儿吗？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嘛。哦。这是36年写的。是，民国36年。那时候，我爸爸已经结婚了。你那时候还没结婚？我没有。你是哪一年结婚？我是37年结婚。哦，我知道。这都是讲基督教的。巴比伦，星空下。
都没有。你要真正去找他，还找不到。哦，要找什么？我是说关于也这边比较多旧的啊，嗯，旧的资料在这里。嗯，包括您的情书。嗯。他那个时候喜欢画两笔，也有喜欢做做诗。嗯嗯。啊，你连那个林书豪的这个也写，我觉得很了不起哈。哎呀，夜光杯你都给他写什么呀？夜光杯你有见过吗？嗯，对，你上次好像给我看过，对呀，是不是？对呀，现在没有了，现在连因为没有这种食材了。嗯哼，所以你那个夜光杯变成古董了。哎，为什么没有食材了嘞？你挖不到这种石头来做，又挖光了，挖光了。哎，真是。所以你要好好保存呢，以后拍卖可以拍卖到几千万了。哎，这又是什么？这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名言，我觉得很好，我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把它贴上去。哦，所以这是你的笔记？这是以前的。现在写不出来了，现在歪歪倒倒，啊，现在手也抖。这字体很漂亮。这些都没有，这些都宗教都是在后面。嗯，嗯，所以你看这么多本啊，哎，真是，啊，从头到脚啊，还有集邮、纪念钞，啊，珠玉宝石啊，烹饪。园艺，哎，你看这么多，啊，保健食品啊，家庭小常识，家庭小常识，健身的，糖尿病的，哦，皮肤杂症，这边又是什么？这边比较看不太清楚了。那是头部、眼部、耳部啊，血管。哦，中老年人保健，还有理财呢，还有理财呀，你看看。啊，这边是骨科。啊，太好了。骨科、肠胃，哦，心脑、肝胆，哦，实在是太丰富了哈，太丰富了，下面还有很多。你看这边就。三千年的深仇恨，嗯，三千年的深仇大恨，是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夏言语写的，算是。